我也是这样想的，给孩子，他也不喜欢听，他也帮不了我们的。哎呦，那个晒得好火火的，都顺到那边走上走，你都不知道哪来，晓得他走哪儿去了，管得他的，反正管他了。是啊，但是他有一次就是好像他那次怪他两次不在。